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继续翻嚟玩，请命令提督森啊。咁啊，佢9月28号维护完之后，就有个新版本强势来袭啦。咁第一样就天梯竞技赛，咁啊开放时间系9月30号10点钟至到10月10号嘅10点钟，系一个超大型跨服竞技挑战。咁啊，需要提督55级以上先可以参与。咁啊，需要派出15艘战舰嘅连番出击。车轮战模式，咁带来提督最爽快嘅战斗体验。咁啊，第二样就系周末世界 BOSS，咁啊，开放时间系每周嘅六同日，咁啊，下午1点钟至到下午2点钟，同埋晚上7点至8点钟。咁啊，记得周末嘅时候就打爆佢身边嘅 BOSS 啦。咁啊，佢会有奖励就合金装备啦。同埋大量金币等等嘅，咁啊，第三样嘢就系传奇神男啦，埃塞克斯啊，咁啊，佢会喺 server 一至到 server 五，咁啊系9月28号0时0分，咁啊至到9月30号24点，咁啊其他后面嘅。server 就佢会因应个时间，就会慢慢推迟，之后逐步开放。咁佢9月28号维护完啦，至到9月30号，咁啊呢几日咧有个每日限购礼包嘅，咁啊用一个优惠价钱去买到啲道具同埋其他。补上，咁啊，每日礼包就喺活动，咁啊拉落去，见到每日礼包，咁啊有用一个晶核啦，就买到动力包啊，咁啊有啲传奇蓝包啊、星阵包、金币包、召唤包，咁啊合金10年啦，咁啊动力包大都有嘅。咁啊，蓝云啊，加速包啊，突破包，咁啊，蓝能包，咁啊，依三日都可以买一次。咁啊，有兴趣就可以揿入活动，之后揾每日礼包嗰边就可以购买。咁啊，讲下时限传奇神舰啦。咁啊，系航母嚟嘅。咁啊，埃塞克斯。咁啊，普通攻击。咁啊，系造成单体爆破伤害。咁啊，怒气技能。咁啊，攻击全体目标。咁啊，总伤害嘅80% 就会治疗己方。咁啊，自动技能。咁啊，对前排造成伤害，咁啊，短暂整晕目标，咁啊，被动技能提高自身嘅穿透伤害，咁啊，呢个系战舰嗰个图像啦。咁啊，协作就制服控啦。咁啊，克制呢个战裂嘅5%，咁啊不死鸟，生命上限加3%，咁啊掌控者啦，火炮攻击3%，咁啊米国就暴击加3%嘅，咁佢有个金币大宝箱，咁啊需要精核去抽呢个金币翻嚟嘅。咁金幣用途就比較廣泛，咁啊，如果你缺嘅話咧，就需要可以抽幾次。咁啊，今次更新嘅資訊就講到呢度，咁啊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